我好担心，好像我在选。你知道那天录完也，因为那天是美人姐最后一次录同人嘛，是暂别嘛。然后我把时间留下来，我录完之后就去万华跟他一起去万圣节扫街。我很认真欸，我没有放过任何，这看起来没有投票权的我也去握手。因为我总觉得他都有家人吧。谢谢，要帮忙。那你给他造成困扰。你们有没有帮美人姐加油？有啊，我好担心，好像我在选。你知道那天录完也，因为那天是美人姐最后一次录同人嘛，就暂别嘛。然后我把时间留下来，我录完之后就去万华跟他一起去万圣节扫街这样。我很认真欸，我没有放过任何，就看起来没有投票权的我也去握手，因为我总觉得他都有家人吧这样子。所以很努力啦，他很努力，我希望你可以帮他努力，所以他也很祝福我们的演唱会。不知道会不会来，不晓得。如果还是有腰，但就看没人接受。对，有腰，有腰。他们是直接买票，包票。谁？没人接啊，再包。真的给他造成困扰。会不会是上台的升降台？说不定我升降舞台出来，不会只有我一个人。啊！哇哦。我们也很期待啊。对啊，可能我跟杰哥啊。反正现在瘦十公斤应该跟我不太像了，应该还好。你是不是为了不要跟我很像，然后跟我瘦十？没有啦，是为了演唱会吧？刚好就是很奇怪，因为什么事情都在这个年底很多事情，所以你说你在香港二十四小时飞回来，对。我之前就碰到金钟，我前一天也二十四小时飞新加坡。去表演回来，然后都不可以睡觉，反正就一堆事情就聚在一起。还有你的新歌在正在录。哦，新专辑，我十年、啊、隔了十年没有发片，也在做我的新专辑，所以很充实啊这段时间。这个闭关的话，是不是刚好会碰到你跟老公结婚周年啊？对啊，这怎么办？老公会来吗？提早庆祝，像过几天又再去英国这样。哇，就是短暂的五天这样子。五天够吗？对，其实待在英国大概三天而已，真正只有三天，因为搭飞机就扣掉两天啊。对啊，扣掉两天。你们打算去英国再庆祝一下那个周年？对，结婚周年。因为我结婚是去年十月十一号嘛，然后刚好这次就我先生就说，那不然就庆祝的，就是在英国庆祝，然后就在11月11号之前先庆祝一下。英国现在已经没有退税了，不能买东西，买东西没有退税不划算，所以大家就是只有去吃吃喝喝这样，然后走一下，然后就打算回来。但是周年他会送礼物、之前已经送过了。那个香港的房子。啊！太棒了，兄弟们！现在我房子是他自己的。哦。哈哈哈哈哈。送什么？就包包啦。女生嘛，女生都喜欢包包。几位数？几位数？哎，去拍的吗？还是谁拍的？去拍的。啊，好了，就对。哇！哦，对，我拍的。我对我拍的。你们可以两个都有吗？换台一个，一个拍一个。